林志颖车队在2018中国原型车耐力系列赛上海站拿下冠军。翻摄自林志颖脸书，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。43岁不老男神林志颖除了冻龄美几乎让人羡慕，更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战绩显赫赛车副业。经过一年整备，林志颖所属车队在2018中国原型车耐力系列赛上海站一举拿下冠军，让不老男神笑到合不拢嘴。林志颖穿上赛车服帅气模样。翻摄自林志颖脸书，2018中国原型车耐力系列赛上海站前天开跑，林志颖车队旗开得胜，勇夺冠军，且以1、3名成绩完赛。左他振臂高喊，距离年度总冠军跨出了完美的第一步，继续加油。林志颖左为车队呐喊加油。翻摄自林志颖脸书，林志颖说，很幸运的再次拿到冠军，这也是第一次直播这么长的时间，本来没计划播这么久，但比赛太精彩，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。他大笑说，这一直播就停不下来，手机还过热当机3次，用吹风机降温再续播，但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。林志颖私底下对赛车超痴迷。翻摄自林志颖脸书，